只要献出爱心，爱心这是一个最好机会，帮助你的周围，只要一点就可以，爱心不需要太贵的福星，但有更多就更开心，这还不够，需要需要更多更多，你一定要认真考虑，钱对于你有什么意义。买吃的哦，说的有道理，还你吧。神经大屏幕电视机，你的虚拟货币。